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Paul， 今天来跟大家展示这个 Meta 最新的一个 First Hand 的一个 App， 它算是一个 Demo 吧。然后一开始进来，这是蛮漂亮的一个空间，然后它就是，里面也可以展示一些手部辨识的功能。那它这边就有一个提示，然后叫你去按那个。一个拉杆，然后它好像就是，你拉杆以后可以为这个东西充电啊，大概按个两下，可以为这个东西充电这样子。然后它这边也会提示你去按这个，它上面有一个密码，然后其实也可以测试说，你如果按密码按东西啊，好不好按。然后这里提示你把它旋转，那它这边呢就又有一个，就是可以提示你可以把东西抓住，然后可以放大这样子。然后它可以选择材质，你的可能是外框的材质啊，或者是有三个材质，有白色、红色跟黑色这样子。然后组装成你的那个手套这样子。哦，那这边就是你要把那个中间的石头捏碎，然后把它丢到这个你的手套上面，那为它好像充能这样子。哦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很像可以射出这个光线，镭射，然后也可以把手举起来当成盾这样子，能量盾。好，那这个游戏呢，我就展示到这边。然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 Everland 那边下载，我会把链接放在这个影片下方。OK， 下次见，拜拜。